今天买回来五斤红椒，先来把它清洗干净。洗好后放进菜篮里，把它放到阳台上晾干水分。再准备适量大蒜和生姜，清洗干净，然后也放到辣椒一起晾干水分。现在辣椒已经晾干了，把辣椒蒂去掉。然后把辣椒剁碎，剁碎后装进盆里。再把生姜和大蒜也剁碎，放进辣椒一起，放适量盐，一斤辣椒一般需要100克盐。再放进适量白酒，把它充分搅拌均匀。拌匀后装进密封的玻璃瓶里。装好后把它密封好，放置阴凉处，随吃随取，这样放一年都不会坏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吃辣的朋友不妨来试试吧，别忘了点我关注哦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